我因为高雄来，我叫我囡仔哦，孩子哦。这是阮算是第二道吧，第二道来台中摇滚台中，第一道应该是阮组团都无偌久，阿姨都办一个比赛，我来比赛，嗯，啊这是第二道。你也无通来，但是我推荐你去食一个好食的物件。胖老爹，我跟你讲，我伫高雄食哦，自由路迄间，自由路迄间啊，甲台中食的口味无同。台中的总店真正是较厉害，真正无甲你好笑的真个。较早我开一间咸水鸡，嘛是为台中发展出嚟的，我只感觉台中最厉害，台中都做创始店的。所以恁等下有机会我去食看卖，哈，一起吃他胖老爹吗？但是我即马即个身材，我可能个食了，真是比胖老爹啊。唔好啦，你去了啦，我来真心推荐你食了啦。你帮我食，好不好？我会分到你。OK 啊，所以我真佩服台中真足厉害。介一首歌，咱的所在。厝的头前就是往内巷，远远看去无半间西门伊咧问，只有阿婆的迄间胖老爹。我踏出家门，看到屋子上的互相照望。心情拢非常欢喜，伫这个大家拢真善良的村庄，一片土地，我的背景，我的来历，自我出世就比较我。善良的残障，我你真好。
多谢。